大家好，我是悠悠，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南疆的专辑，就是他从刚出生一会儿到现在这一周岁会走路这之间一年的过程。2022年6月1号在医院出生的，这是回家的第三天，姐姐和爸爸一起照顾他，给他换尿布。然后这是他快100天的时候，就是90多天那个时候拍的，那时候还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奶胖，就会伸舌头找吃的。时间过得特别快，这个时候他已经8个多月了，已经开始自己在练习爬了。那个时候他爬的不是很好，很多朋友建议我推着他的小脚助他往前爬。然后我也经常拿着玩具这样引导他。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可爱，看他拿不到玩具又着急的样子，真的特别特别可爱。然后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。小家伙从10来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学站了，然后到11个多月他就站得特别稳了。快12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学走路了。每天看他一点点的变化，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，就是觉得这个时间怎么就这么快，然后孩子真的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一天天的长大。大孩子很累，但是呢也很幸福，看着他每天一点点的变化，记录他的每个脚印，也是我们这些做妈妈最开心的事。现在是他的学步时期，看着他轻轻的迈起脚，慢悠悠的像只小企鹅一样的向前一步一步的走，真的特别可爱。应该所有的妈妈都一样，对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上心的。然后你们看小家伙现在是快1岁零1个月了，他走路是不是走得特别稳呀？